多家媒体报道称，亚马逊前员工加利福尼亚亚裔男子熊高 Cavaxio 因裔本周在联邦法庭认罪，熊高涉嫌向特朗普及前任总统发送炸弹威胁邮件，他还涉嫌向 FBI 官员及私营企业等发送威胁信件。据加利福尼亚州奇科市 Chico 的日报 Chico Enterprise Record 报道，法庭文件显示，34岁的加州奥罗维尔男子熊高涉嫌在2017年发送了150多封威胁和恶作剧信件，包括死亡威胁、炸弹威胁、暗杀威胁和敲诈勒索。一些信封里甚至装有一种白色粉末状物质，但最终被鉴定不是危险品，而是面粉。法庭记录显示，周四1月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上，熊高承认他利用邮件来传递有关一个爆炸装置的虚假威胁，法庭将在3日对其判刑。熊高面临最多10年的监狱生活。根据一项刑事诉讼，据信熊高从2017年1月便开始发送威胁信件，其他被攻击的目标还包括前总统老布什和小布什、奥巴马、纽约时报及其他私营企业等。在一封被送给德克萨斯州沃斯堡国际机场的信件中，发信者谎称有炸弹并恐吓说每个人都将会死亡。福克斯新闻称，熊高在法庭上承认他之前曾因精神问题接受过治疗。熊的律师辛德尔认为他的这些行为和他的精神疾病有关，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熊高曾制造过任何爆炸装置。他告诉调查人员说，他没有接触过爆炸物训练。熊高在2017年被进行了2次调查采访，一次是由美国特勤局主导，另一次则是由联邦调查局 FBI 主导。他在2次的调查采访中都否认了曾发送威胁信件，但在 FBI 的调查采访后，熊非但没有停止，反而加剧其行为，包括向对他进行调查采访的 FBI 特工发送威胁信。该特工曾向熊高提供过他的名片。明尼阿波利斯的新论坛报报道称，熊高曾是一名苗族难民，1984年在一个泰国难民营出生，并随父母在1999年移居到美国。他曾是亚马逊员工，关注了公号加拿大和美国必读 ID。